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是早晨不到9点钟，看这个装修有没有感觉一点已经到了纽约了。看到这个 Chrysler Building 就更确定无疑了，还有这个 New York Post， 还有人在那吹小号。先吃点东西，连这些卡布松又有点像纽约的老街道。看这个楼，感觉瞬间到了 Brooklyn。 Manhattan Bridge 这么重要的地标是一定不会少的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自由女神，进里面去看一看。进来就有很多卖吃的。I smell New York bagel。下面就是 casino。那旁边就是这些卖吃的卖喝的，装修的格调也就跟纽约一样。披萨，是不是有一种秒回纽约的感觉？感觉像到了 village。 这一大早就有人排队了。现在有点太早，这家还没开门呢。上面的像一个 track 一样，是走过山车的，它会从外面走到里面来。来了，里面大致的走了走，冷气开的有点太足了，我还是到外面去暖和暖和。Hello Kitty。这个雕塑很巨大。到晚上打上光应该更酷。再往上爬呢，纽约的这个酒店我就先分享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 Thanks for watching.